可以出門嗎? Fire Danger Period 期間, 出門沒問題, 但應當留意天氣狀況, 以及路經地區的 Fire Danger Ratings。 不妨在手機儲存Fake Emergency 熱線, 下載Fake Emergency的手機應用程式, 並收聽當地電台的警報資訊。 如果情況有變, 必須要隨時作好準備, 更改出門行程。 如要了解更多有關出門的詳情, 敬請參閱cfa.thic.gov.au/languages